远的就开始发怵。走到跟前啊，这需要邻居说呀。哎，刘总，什么呀？你坐位，坐车子，坐。你坐车子，坐车子，坐。里边男的多吗？坐什么坐？我们又不认识你。包里什么呀？打开看。诸位，手给我，啊！知道什么叫咸猪手吗？走你们这道的三相，掌心出阴寒，俗称咸猪手。没人告诉你这个。你们俩什么都不用说，啊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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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们说，跟我们说，大哥，跟我们说，大哥，跟我们说，我们都说了，行不行，大哥？跟我们说。段院长，人呢？到。没事吧，老婆？哎呀，就这样吧。你来，你过。谁告诉你的呀？啊？地上。我还有人告诉啊？地上。咱是谁啊？刑警啊？怎么可能有咱不知道的事儿？我报杀人吧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刑警队的吗？我看是。是啊。嗯。啊，他们俩。嗯。盗墓的。盗墓的，哎，着了！嗨，带人自己问。
你打电话？这事儿交给肖小林他们处理吧，你们治安队别往里瞎搅。屁！你这是干嘛呀？别这样啊！这可是大街上啊！行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行了。楼下有开锁的，去找一个。看我干嘛？刚才你最后出的门。老总，这样你说着了，昨天那两个真是盗墓的，入道时间不久，可逮住你可不少。我昨晚上折腾了一夜，连带四年。真可惜了。让你找人，你怎么也没影了呢？有起打架的，处理了一下，那得把对讲打开。忘了开，开会，开会。哎，开会了。局里刚来了通知，说最近有一个流窜作案的团伙已经到了咱们周边淇县。作案十几起，估计最近都会到咱们清水来。啊，局里要求，咱们治安队从今天起24小时巡查。特别要注意的是住宿旅店的可疑人员。我刚才排了一下，咱们队一共8个人，分4个组，1个组8个小时。左队看一下，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咱就照这个执行。你替治安队长没通过，知道。昨天那俩盗墓贼是你无意中刻下的？是无意中考。
你帮了刑警队大忙了。其实这件事儿啊，我征询过杜县长的意见。算了，你去吧。你要拉我去哪儿啊？阳坡中学出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正要汇报这个事儿。你不用汇报了，乔县长刚才跟我汇报过了。乔县长知道了？这种事儿比风都快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郝大头教唆的。人家都说阳坡这个地方狗都长犄角，真是一点都不假。自从他把赵烨提上来任这个中学的校长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去营盘的路上。你现在回来，有话问你。怎么了，左伟？你是不是让孟局把我拿了？这事儿咱回头再说，行不行？现在说。阳坡中学老师罢课，我得过去处理一下。晚上吧，晚上说好吧。行，你现在告诉我是不是？你当个副县长，别人是不是都得绕着你画圈啊？你了解我多少啊？啊，我的工作能力，我的业务，你了解多少？政法归你管吗？你凭什么发表意见啊？杜儿，你跟小马一个组啊，老朴，嗯，哎，你跟那个老段，你们两个，这样，这个我提前宣布一下吧，以后咱们治安队队长。李小眼，李二平同志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啊！哎呦，杜县长，哎呦，杜县长，这么早就来了，白局长还是这么儒雅。你看我这手不干净，都不敢跟你握手了，都是该洗洗，我倒没伤，别脏了杜县长。嗨，我这可是劳动人民的手啊，哪像白局长这么养尊处优。里边请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县长，来您坐这儿，白局长您坐这儿。老师们为什么要罢课呀？为了评职称的事儿。说具体点，到底为什么？好像是说县教育局没有安排他们评职称。这不可能，评职称是全县统一安排的，怎么会把你们单位落下呢？这次评职称规定是没达标的单位不能参加职称评定，你们教师义务档案整理了吗？还没来得及。还没来得及。你比郝乡长还忙，三个月前就交代的任务，你们没来得及，评职称就急了。你等有空再说吧，耽误了就上市里补上。营盘有钱，不就是多花几个钱的事儿？想干不想干了？啊，一天到晚瞎和忙，连正经事都耽误了，连大小你都分不清，回家哄孩子得了。
咱们现在不争这个了。赵校长，你回去赶快让老师们先上课，明天一早派人到教育局评职称。落下的工作也得赶紧补上，不能因为学校的失误给老师们造成误解。还有，以后出了什么事儿得及时汇报，跟教育局要汇报，跟乡里头也得汇报。你当校长年头不短了，不会这个道理都不懂。乡里我也汇报了。要说这人的人真不能比，一比呀，我就得站他地缝里。知道我今天干嘛要来吗？知道知道，杜县长的行事方式一贯是有口皆碑。任县长是怎么先知道的？郝大头。我在二十里脑包待了4年，现在二十里脑包还是银牌，是吧？走合作一把手。年初你收拾人大主任女婿的事儿，那不就是例子吗？那费了多少周折。你看看吧。闹情绪啊！我是真的想离。我知道你一直真的想离。你不想？不想。我们俩真的没法在一起。你在你那个位置上，什么都得顾及，考虑这个，考虑那个。我呢，天生又是一个不爱顾及的人，我们俩没法在一起。你要让我按你的方式行事，我做不到；让你按我的方式，那又惹祸。你。我现在可是心平气和跟你说，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有情绪的吗？真的没有。可是这样太难受了，还是离了吧，行吗？上次吵架这些你都说过了。还有别的理由吗？还有孩子。
这件事儿我们也说过多次了。是。我也想要孩子作为。可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要啊？乔县长马上要调到市里去，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。副县长里边，就我和任小明最年轻，他巴不得我退出呢。你说我怎么办？还有，有些事儿不是不让你管，但得讲究方式方法，凡事得多绕几个弯儿。都像你这样直来直去，只能让人拿你当枪使。